我是悠然，不是自然，也不是 U 盘。价值200块钱的美元偷窥礼包，究竟能否开出好东西吗？今天我得一狠心，我帮大家试试水啊！小伙伴们帮我看看，我到底亏不亏啊？先抽27发星星，出来吧，皮卡丘！我的天哪，你怎么不来个皮肤啊？啊，亏大了，亏大了！再来。我貌似感受到了被粉红回忆支配的恐惧了。再来。哦吼，27发星星打水漂了。那我们就看看这10000知识点能出多少张 S 卡吧。第一次闪呐，铜墙，你行你行，继续抽。又闪了，看看这次能不能出回家。行吧，虽然目前没什么用，但好歹也是张 S 卡嘛。我又闪了，这次能出吗？我去，又是铜墙，你来张星星你好吗？第三次闪啦，没知识点了，再不出就没机会了。说啥来啥，要是能再来张 S 卡，那真的美滋滋。我的天，暴怒，可以可以，再来一张的话就三级暴怒了呀，那不是分分钟上魔皇吗？喜星也快2级了呀。还行吧还行吧，比上次一张都不出还是稍微好点了。不过虽然这次抽到这么多张 S 卡，为啥我感觉还是很亏耶。最后再抽张信封。那么这200块的战果就是这样了，亏大了，亏大了。